阿诺施瓦辛格离婚了，我们祝他离婚快乐的同时，顺便整理出这位昔日好莱坞第一动作巨星票房最高的12部电影吧。第12名，金蝉脱壳，全球票房 1.37 亿美元。施瓦辛格在2005年之后作品数量就变得非常稀少，优秀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，其中同时问世于2013年的金蝉脱壳和背水一战是其演艺生涯后期最优秀的两部影片。金蝉脱壳是一部越狱电影，由施瓦辛格和史泰龙两大老牌动作巨星共同主演，片中有很多高智商越狱场景，设计得非常精巧。背水一战是韩国导演金智云执导的一部好莱坞动作片，节奏明快，火力猛烈，很容易被人忽略。由于影片票房平平，也没能进入我们这个榜单。第十一名，幼儿园警探，全球票房2.01亿美元。本片上映于1990年，讲述施瓦辛格饰演的警探为了查案，不得不前往一家幼儿园卧底当老师的故事。壮硕的肌肉男与可爱的小朋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萌，并因此制造出了很多笑料，这也是影片的卖点所在。第十名，魔鬼末日，全球票房2.11亿美元。施瓦辛格主演的很多影片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翻译中，片名都被冠上了魔鬼的头衔，比如终结者被翻译成魔鬼终结者，全面回忆被翻译成魔鬼总动员，幼儿园警探被翻译成魔鬼孩子王，真实的谎言被翻译成魔鬼大地真实的谎言等等。这些影片跟魔鬼没有任何关系，不过这部魔鬼末日却是一部跟魔鬼有关的奇幻片，特效还可以。第九名，龙兄鼠弟，全球票房2.16亿美元。本片上映于上世纪80年代，也是唯一一部上榜的80年代作品。影迷更为熟悉的铁血战士、魔鬼司令、过关斩将、终结者等经典影片都未能进入咱们这个票房榜单。龙兄鼠弟是一部科幻喜剧，施瓦辛格在片中饰演一位体格完美的人类。第八名，蝙蝠侠与罗宾，全球票房2.38亿美元。在克里斯托夫·诺兰之前，好莱坞的两位大导演蒂姆·伯顿和乔·舒马赫曾打造过一版蝙蝠侠系列，总共有四部影片，分别是《蝙蝠侠》《蝙蝠侠归来》《永远的蝙蝠侠》以及《蝙蝠侠与罗宾》。其中，《蝙蝠侠与罗宾》的票房和口碑最差，直接导致了这个系列的终结。施瓦辛格在片中饰演反派极动人。第七名，《蒸发命令》，全球票房2.42亿美元。本片是上世纪90年代好莱坞出品的著名犯罪动作片，跟《生死时速》《虎胆龙威》《空军一号》《变脸》等影片一样，都有着某种经典性，不得不看。第六名，《终结者：黑暗命运》，全球票房2.61亿美元。本片是截至目前为止最新的一部终结者电影，上映于2019年，制作成本高达1.85亿美元，并有中方资本加入，看样子亏了不少。不过影片拍得比较过瘾，施瓦辛格在片中的戏份也比较多。第五名，《全面回忆》，全球票房2.61亿美元。本片是影史经典科幻片，导演为荷兰籍名导保罗·范霍文。尽管是一部大明星主演、制作成本高昂的科幻巨制，但影片风格却极为另类，在北美被定成了 R 级，也就是所谓的限制级，17岁以下观众需要父母或成人陪同观看。第四名，《真实的谎言》，全球票房3.78亿美元。导演詹姆斯·卡梅隆至今只执导过一部纯粹的动作片，就是这部《真实的谎言》。影片位列1994年北美十大最卖座影片第三位，仅次于同年上映的《狮子王》和《阿甘正传》。本片也是第一波被中国内地引进的好莱坞大片，视觉效果震撼，从此内地影迷对好莱坞电影趋之若鹜，直到近年这种追捧才有所减弱。第三名，《终结者三》，全球票房4.33亿美元。本片上映于2003年，制作成本高达2亿美元，可能是当年最昂贵的电影。《终结者3》并不是一部狗尾续貂之作，詹姆斯·卡梅隆亲自参与了该片的剧本创作，逻辑上非常严谨。如果《终结者》系列至此结束，这个系列在电影史上的地位将会更高。第二名，《终结者：创世纪》，全球票房4.4亿美元。本片上映于2015年，是《终结者》系列的第五部。影片的剧情直接绕过了《终结者3》和《终结者4》，直接衔接《终结者1》《2》，这显然是一个很糟糕的做法。除了制作成本昂贵、特效炸裂以及韩国演员李秉宪的精彩演出外，影片其他方面乏善可陈。第一名，《终结者2：审判日》，全球票房5.2亿美元。在《泰坦尼克号》问世之前，《终结者2：审判日》一直是詹姆斯·卡梅隆最卖座的电影，
拥有超一流的剧本、超一流的特效、超一流的节奏以及超一流的演员。本片不仅让詹姆斯·卡梅隆成为能跟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、蒂姆·伯顿、马丁·斯科塞斯等人齐名的好莱坞一线导演，也奠定了阿诺·施瓦辛格好莱坞第一动作巨星的地位。整个90年代，布鲁斯·威利斯、史泰龙等人尽管也是经典作品频出，但光芒始终不如施瓦辛格耀眼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关注全球票房档案，每期带给你一个专业的电影榜单。我是田城，下期见。